Hi. Yeah. He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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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啊，真是个奇怪的家伙。真是一个心灵脆弱的小朋友，不过正好可以让我多吸收点黑暗能量。别误会，我没欺负他。刚刚我都看到了，不关你的事。对了，他怎么了？ 这孩子最近总是胸闷抑郁，后来去学校一打听，说是因为个子小被同学们嘲笑导致。难怪他刚刚那么敏感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带他让彭院长看看。好，波灵灵，孩子身上有魔王的气息。嗯，我们快去找李时珍爷爷。哎，哈，嘿，波灵灵，百草心经。 哎，还好我反应快呀！哎呀，胸闷抑郁，这会导致肝郁气滞的。 我们需要做什么？要想阻止魔王，目前还缺一位麦芽精华完成配伍。麦芽是禾本科植物，大麦的成熟果实经发芽干燥而成，多生长在北方区，具有疏肝和胃的作用。如果是冲一碗麦芽茶喝下，那就更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麦芽精华。 事不宜迟，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的。哎，想得到麦芽精华没那么容易。妖怪呀！看清楚了。 是我，原来是穿了隐身袍的大王。这个借你去对付衍生他们，再出问题饶不了你。大王放心，有了隐身袍，一定势在必得。 真是个笨蛋呐！他那撮头发可真傻。是啊，太耽误了。真是可笑至极。喵！啊，你是麦芽仔吗？一定是啦，他那个性的头发就是标志。你们也笑话我的头发，讨厌你们！不，不是这样的。波灵灵。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才这样？可能是心情不好。那得让他开心才行。怎么让他开心呢？波灵灵，有了，有了大鹏这件秘密武器，看我怎么对付你们！笑一下，笑一下。<笑>这开心花可真好玩，麦芽仔看到肯定喜欢。 开心花，让麦芽仔开心，全靠你了。开心，开心，开心花，看我把它变成吓人花。当当当当，是我的，快打开看看吧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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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起，对不起。你们就是故意的。这音乐真好听，感觉心情好多了。可恶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什么声音啊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。谁躲在那里？出来，快出来！出来你也看不到我。近视魔，又是你！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就这点能耐，可恶，居然在我的地盘上捣乱。我们来帮你。真是三个笨蛋，来抓我呀。我在这儿。可恶，要怎样才能抓到他？别担心，我来把他揪出来。近视魔，快快现身！你们怎么回事？走开，快走开！在那里。哇，麦芽仔，你太厉害了！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往哪里走？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。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谢谢你帮我们打败近视魔。不不，是我该谢谢你们逗我开心。更让我知道了我的头发并不是一无是处，不仅不是一无是处，还很厉害呢。如果我有这么酷的头发，肯定要到处炫耀。是啊，我也越来越喜欢它了。对了，你们是需要我的麦芽精华是吗？是的是的，魔王还在做坏事呢，我们需要它。好嘞，我现在就给你们。帅气，让我们开始吧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灵灵，天元合一。这家伙不会又失败了吧？大王真是料事如神啊！你这个白痴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，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，让他们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快乐面对生活。平时啊，工作太忙，确实很少和孩子交流。那我还会再长高的吗？当然了，每个孩子的发育时间有早有晚，你需要做的是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，快乐面对生活，说不定个子啊，很快就会长上去的。那太好了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怎么弄得这么脏？快去洗个澡吧。我才不要洗澡。不爱洗澡、不讲卫生的孩子就是你了。
石，等等。孩子最近总是被蚊子咬，您快帮忙看看吧。孩子爱动，出汗多，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，不然很容易招惹蚊虫。啊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波灵灵，是魔王的气息，我们得赶快去找李时珍爷爷帮忙。嗯。哎，跳！哎，波灵灵，百草仙境。看你往哪儿跑！啊！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李时珍爷爷，魔王又开始捣乱了。我已经研制出了对付魔王的配伍阵法，不过里面还缺少一味薄荷精华。薄荷精华？薄荷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多生于山野湿地河畔，经常被用作调味剂。薄荷里含有丰富的薄荷醇，能够驱除蚊虫，完成配伍不能缺少它。好嘞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我们这就去找薄荷精华。哎，总是这么着急。哦，这蝴蝶真漂亮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使不出能量了？这是寄生蝴蝶，只要飞到谁身上，就会把它的能量吸得一干二净。大王救我！不用担心，只要蝴蝶闻到七彩花的香味，它自然会飞出来。接下来需要怎么做，不用我提醒了吧？晓得明白，把这害虫铲除！笨蛋！用它去阻止衍生他们。是大王。好玩。我和妹，趁他在玩，我把寄生蝴蝶放他身上去。你走开。好厉害，他们怕你。什么味儿？是我身上的薄荷味，蚊子最怕它了。女孩身上有这个味儿可不好，你看连蚊虫都嫌弃。是有点怪怪的，可这味儿我一出生就有了。看你救了我的份上，我可以想办法帮你去除怪味儿。真的吗？你什么在做什么？肯定不是好事儿，我们要阻止他。这瓶子里装着一只蝴蝶，专门吸收异味，只要让蝴蝶飞到你身上，保证异味去无踪，远离异味困扰。哇，好漂亮的蝴蝶。危险，不要碰。呀，蝴蝶怎么不见了？不许走，又在做什么坏事？你们不要冤枉好人，我只是好心帮薄荷妹。你们误会他了，我身上的怪味真的消失了。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会这么好心？什么声音？是飓风。波灵灵，是蚊子。好奇怪，我体内有薄荷精华，蚊子平时是不敢靠近这里的呀。波灵灵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薄荷精华消失了。果然又是你在捣鬼。是我又怎样？寄生蝴蝶已经吸收了薄荷精华，这一次看你们还怎么阻止大王。哎呀！怎么办？快跑啊！
近视魔，快走开！帮我挡一下吧。蚊子咬近视魔去了。咦，蚊子怎么那么喜欢近视魔？还不是因为它太坏了。蚊子最喜欢泡泡花，近视魔居然用泡泡花赶蚊子，能赶得走才怪呢。蚊子喜欢泡泡花？是啊，附近有一大片泡泡花丛，蚊子最喜欢聚集在那里了。波灵灵，我们快去泡泡花丛。我们赶快去泡泡花丛躲避蚊子攻击。躲避攻击，我也去。近视魔追过来了，波灵灵，它要上钩了。为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呦，我的腿疼，走不动了。你们在这里帮我挡蚊子吧，我先进去了。好呀，你们居然骗我，里面蚊子还多一些。原来你们想利用泡泡花让蚊子咬它。救命，救救我。要救你也可以，你先让薄荷妹手上的寄生蝴蝶消失。我没办法，寄生蝴蝶飞不出来。只有薄荷妹的薄荷精华能救你，你可要想清楚哦。我说，只要闻到七彩花的香，寄生蝴蝶自己就飞出来了。七彩花？是的。哎呀，不要咬我！百花谷有七彩花。等等我呀！不行，不能让鸟兽他们把蝴蝶弄出来。寄生蝴蝶好像动了。啊！啊！怎么回事？嘿嘿嘿，吸收了薄荷精华的寄生蝴蝶，加上恶魔戒指的力量，看谁能抵挡！啊！他来攻击我们了！波灵灵，擒贼先擒王。明白。百草金火，为我所用。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寄生蝴蝶进攻！你们耍诈！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我身上的薄荷味回来了，原来它是我释放精华的关键。我们需要薄荷精华才能阻止魔王的计划，希望你能帮助我们。没问题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伍。药师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灵灵，天元合一。怎么回事？快停下来！难道寄生魔又失败了？真是笨蛋！我的眼镜呢？蚊子太可怕了，大王，我要回家。多注意卫生，出了汗要勤洗澡，蚊子才不会追着你不放了。知道了，我回去就洗澡。